对，对，但是，哇，他就这样进去了。果然还是要在这里熟悉的人。哇，他好熟，他们整跟前台在工作似的。哦，真普通。哦，入住的房间是7号房。嚯，这里还藏了一张万能的房卡。你在这是来打工的还是来干嘛的？到底你太吓人了，走，直接去找他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是万能卡还是他？这是万能卡，他能让我变漂亮吗？不行，真普通邀请我们来参加分享会。真普通啊，这是他的房间吧？在这儿吧，这不就是7号房吗？对，在这儿刷卡。他是住在这个顶楼的这种有点像阳光房似的、哦、一个花房，对，好漂亮啊、嗯！刷这里吧。哦！哇！不是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了？真普通，他已经没有鼻息了，我确认他已经死亡了呀。他嘴是紫的，中毒了。哇，你现在特别像来主持他的葬礼的一个牧师。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一直盯着？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Rest quiet, cut in, touch.这是我女朋友。谁？嗯。哦，你那为什么那么高兴干嘛？这不是喜事吗？你女朋友没了是喜事。我突然觉得她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特别喜欢。投票吧。投票吧。投吧，投吧。他太可怕了！哎呦喂！我为跟你一起站在这个岛上感到难过和羞耻。对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